日前，杜江霍思燕夫妇被拍到一起外出吃饭，走出餐厅时风太大，霍思燕立马扎进杜江怀里，杜江则紧紧搂住霍思燕，还用衣服裹住霍思燕帮他挡风。而在等车的这段时间里，两人就一直这样搂着，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？杜江和霍思燕结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好甜蜜呀，这对也太让人羡慕了。